黄圣依在某专访中大方谈论起老公杨子的前妻及女儿。黄圣依表示，两家关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紧张，其实我们都是很好的关系，在国外也有一起出去玩，国内少一点，因为他在国外。至今黄圣依和杨子的婚姻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风雨。就在最近，黄圣依还在微博上表白老公杨子，深情表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你一直在我身边，爱一直在我身边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